现在辽宁本钢的全体队员已经逐步的都登上了领奖台，象征着总冠军的荣耀即将授予他们，我们一起共赞举起总冠军顶的美妙时刻。辽宁本钢的各位辛苦了。好，杨指导，马上要到你和大家的最美妙的时刻了，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，好不好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再次恭喜辽宁队拿到了这个赛季的中职篮总冠军，队史的第四冠，同时呢也成就了队史上的第一个三连冠，成为继八一队和广东队之后，在中职篮历史上第三支能够连续三年拿到总冠军的队伍。一路走来，对于辽宁队来说确实非常不容易，尽管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举起冠军顶了，但是我相信每一次的征途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同的。